下图中 SYZ 三井因深度不同，分别生产天然气（简称气）、石油（简称有机）、盐水（简称水）。试问油、气、水三者在除油槽中上至下垂直排列顺序为下列何者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天然气、石油、盐水三者互不相容，也就是互不容，会依照密度大小分散于各层中，而密度由小至大分别为天然气气体、石油，再来是盐水，因此由上而下排列会是天然气、石油、盐水，因此为 SYZ 顺序为气、油、水，所以答案为 B 选项，汽油水。